来哪里？来啦！来哪里？妖怪，妖怪，妖怪！哦，这里是秘密基地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？这是一个山洞。这个什么这样黑黑的呢？对，开始电灯。哇，那我问你哦，这个是几号？这个写什么数字？8602。哦，答对了。8602，那这边呢？这个是几号？这是阿公家，阿公住这一间。8607。哦，对了，答对了。耶、yeah! ！那我再问你，这一个是几号？这阿公住这一间，刚刚那个是姑姑，这是几号？8605。哦。8605。那我们住哪一间呢？我看看，你看这个，这边，这个是几号？看8603。哦，那乖乖他们住哪一间？这是几号？我们住的地方。我们住这里，这是乖乖住的，小叔，小叔住这一间，这是几号？你看8600。零，哎呦，这个磕错了吧？你看这个磕错了吧？嗯，860 IEE 突然是罗马数字，因为我是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好吧，那我们来外面这里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等老公他们哦。哎，你我不想要等，我不想要等。等一下。那你这、嗯，那你不要等哦。嗯。嗯。